欸，我们组合鸡块好了。哎，欸，不行了，有点痛了。靠呀，靠呀！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是开服的第十七天，我们的战力来到了138万，始终是抽不到什么蔡文姬、许褚。哎呀，最近又抽了一个真姬，不知道来干嘛的。好，那么等级来到了106等，那目前氪金的程度呢，一样是1719的这个台币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阿贝整体的练度啊，练度，我这个装备要转过去给我的曹操，一剑卸下，然后我想把这个武器也转过去了，对啊，武器也要转过去，哎，因为我要爬这个塔，对啊，而且我的积分要够，这比较麻烦，积分要够，战力要够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转一下好了，花个200钻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转的原因，就是看我之后抽卡的一个情况啦。因为张辽要升星，也要碎片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超可怜。然后曹操也是可以升星，但是也要碎片，也没有，所以说就先放着吧。欸，那我们战力现在真的还差蛮远的，欸，好，我们直接来把这个孙策的装备武器给他转移过来好了，转给曹操好了，先给曹操用。那我们要怎么转？哎，欸，我曹操啊，对，都没有武器哦，来直接转了，转一波。那我们要先把这孙策的武器给他脱下来。孙策的武器尴尬了，我要先做一个绿色的，我之前不小心把它拆掉了，所以说你们白色武器千万不要拆啊，各位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要去棍，哦，做一个绿色的棍啊。这边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，还蛮重要的，也就是说阿贝之前那个魏国的这个魏武花，我是拿到了自选的成魂哦，排名前十名。不要转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里。那这个东西我先不开，为什么先不开？因为我在等之后看说他下一个活动是开哪一个的五花，上次是魏五花嘛，那可能之后会开这个蜀五花，或者是反正就是五花肉就对了，看他开哪一国啦，然后就选那一国的成魂哦，我是这样想，因为我想要拼这个前十名的排名嘛。那抢到这个排名之后呢，我们又可以再拿到一颗，对不对？再白嫖一颗哦，所以说就先留着吧，反正也不急。好，那我们来把这个装备呢，来给它转换一下，把这个棒棒转换成曹操的。曹操的在哪里啊？怎么没看到？曹操哦，看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花200的这个元宝哦。那么我觉得算是蛮便宜的啦。哦，如果在这个好像开服十天还是十几天左右，会有一个魏国的五花排名，魏国的百花排名啊。那么那个排名，如果你打到50关，就有一个免费的成魂哦，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那么打到前十名，60关以上前十名的话，还可以拿到一个橙色自选的。那我觉得你就可以，如果你武将充足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武将转过去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 CP 值算是蛮高的哦。好了，那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战力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曹操没有装上去哦，我想说战力怎么没有变。然后千万不要跟别人御马，因为你被邀请的人你是没有马的，会直接亏到烂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还要升级啊，还要到60级突破一下。
OK，OK，OK，好，来装上来。哇，这样我们就突破啦！我们现在整体战力来到了141万，强化一下，看会不会过。强化一下，我这个强化石还蛮多的耶，对啊，要不要拼一下？拼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拼一下哦，各位观众。过，哎呦，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。过，哦哦哦，要突破了，要突破了，各位，两个都突破了。哦，要不要拼一个？拼一个这个50%的机会突破成功，要不要？要不要赌一下？不要赌吧，对啊，不要赌了，等下礼拜好了。等下礼拜的这个活动，对啊，这个赌下去，等一下倒退的话，心理因素不够会崩盘啊，可能就是三游戏的前奏了啊，三游戏的伏笔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活动都解完了吧？哎，还没有百花跟暴风还没有去玩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来打我们的百花了。那么这次百花我觉得也算是虐菜啦，对啊，只差了这个35万的一个战力哦、喔、还不到35万。来了阿贝，我来了。哎、欸、结果我发现这是141耶、欸。所以我们要先累积这个气，等一下直接冲上去。欸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运一个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累，想睡觉了，有点爱困，你知道吗？运一个，可以了吧？运到了吧？哇，崩溃喽！好，再来142关，142关了，各位。142关，哎、欸，庞统想干嘛？先运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运一个，瓦兵两个，哇！如果等到我们抽到这个，哎、欸，曹操是要跟谁羁绊？哎、欸，也没有、欸，哎，曹操也会兵哦、喔。曹操跟夏侯渊都会兵啊，蔡文姬要啦，他要跟张辽啦、如果有抽到蔡文姬的话，张辽等一下也会兵了、就是三兵，哇，感觉超猛的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兵真的是拿来推这百花，感觉超级强啊，就可以靠赛嘛。对，这场过不去，下一场再来一次，哎、欸，搞不好兵到就过去了嘛，冰岛就过去了，啊，冰起来，冰起来！哎、欸，我们的这个组合技是不是累积的速度有一点慢？哎、欸，董卓，你看又冰起来了！哎呀，冷冻猪肉啊，各位，斩家不怕酸！哎、欸，好，再来144关！哎、欸、呦，组合技没办法放、欸，哎，怎么办？尴尬了，来了张辽。围殴他，围殴他！哇，直接围殴一波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角度好，这个角度好，直接串烂再晕！哇，赢了，赢了！这波血赚，对啊，还崩溃了，直接崩溃，气死了，曹操气死！哈哈哈！哎，这个组合技的累积速度有点慢啊，对啊，感觉组合技好像也不是这么重要，阿贝好像。真的没靠什么组合技过关过、欸，真的没有。对啊，欸、打的速度有点快、欸，是不是？这个打的速度有点快啊。欸、怎么死一个了？晕一个，再晕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厉害哦。欸、他们就这样一直被晕呢、欸，好，一直被冰才对啦，好爽哦、喔！哇，晕完又被崩溃了，哭啊！
It's totally。我们是不是要一鼓作气啊？直接一鼓作气爬上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太无耻了，各位！对啊，这个组合技累积太慢了。对啊，变成说，你只要中间有断掉，基本上就没了，就你要放到的机会就没了，只能一鼓作气一直推，直接推个三十层，不然我们就分段剪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五格剪成一集，哎，晕起来。哇，阿贝太聪明了，对，我们就这样干，就这样干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放一下组合技了。哇，曹操干死一个人嘞！哇，我的这个副将真的猛哎，会冰人真的猛，真的太强了，太冰了，你知道吗？组合技终于好了，所以中间真的不能断。好，再来下灭一关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你就让我射爆就好，太无耻了，真的这个太无耻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射不到。哎、欸，他们就这样一直被冰哎、欸，你看好浮夸哦，可以这样子玩的吗？太浮夸了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凶悍。叫喊欸，欸，射很痛欸，而且这冰起来好像感觉有无视防御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好像冰起来打特别特别痛，好像就真的变成尬崩脆了。欸，马超你在干嘛？你在演戏是不是？哎呦，专业演员哦。我看这个猕猴桃。眼泪瞬间被引爆，我不是特别爱闹，这叫做心灵感召啊，不对，这是那个、啊、李白啦，唱错。嗯，那个怎么唱？忘记了。那个李荣浩的演员怎么唱啊？喜剧之王。哇，周瑜被我小弟干掉了、欸，让我小弟跟鬼一样啊！是不是跟你们的小弟差很多啊？这个感觉全部都阿贝上身的小弟耶、欸！哇，直接虐烂！我现在的战力是141万，好不好？141万战力，来，等一下直接开奥义了！来来来，看到一堆菜往我这边走过来。来，直接傲起来了！哇，这个你看，这潮人直接全部卷起来，三个卷起来，哦，打棒球直接吸上去，贯穿！哎、欸，怎么只有两只？干，有一只嘞！我靠，有人直接没了！啊！太狂了！看来今天我们直接，这第几天？第17天。我们直接突破天际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直接爬到这个百花200层，200层来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组合技怎么好像只有一点点啊？打太痛也不好哎、欸。对，哇，冰起来好傻。哇，夏侯渊真的太无耻了。啊，我觉得夏侯渊应该要排在 T 零了，真的。PVP T 零。百花 T 零，双 T 零，我不知道这些角色是不是太狗了，所以说在路服讨论度是有看到有人说什么啊，练双蹲就好了哦，双蹲无耻什么之类的哦，是有看到这种言论，但是人家讲到什么百花之王，还是都是讲张飞啊，张飞跟典韦哦，这两个人在争，是没看到有人在那边说什么夏侯渊。对，只是说他们就是说夏侯渊的表现，我整体看起来他们是评论，就是说表现普普，就是不是普普啊，就是稳定啦、啊。
就是也不弱啊，但是你要说他到很 OP 吗？好像也没有人说他 OP 成到像这个张飞跟典韦这么 OP 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以这个陆服的感觉，他们是把他排在一个 T1。夏侯渊跟夏侯惇就是 T0.5 到 T1 之间哦，打百花的部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自己现在用这个夏侯渊，我感觉非常的无耻啊，对啊，尤其是这个羁绊全部出来之后，你看这个曹操野兵，我觉得这个部将最好就是要带这种有牵制技能的。哎，他看，一只兵跟鬼一样哎、欸，我们张辽还不可以兵，就跟鬼一样了。那之后张辽可以兵怎么办？你看，像冷冻的披萨，一动也不动啊！各位观众啊，哎呀，玩魏国真香，是不是？好、啊，141万战力，下一关。感觉我们的组合技也快好了哦，等一下再炸一波，直接炸烂，太无耻了，太无耻了，各位。来了来了 ，Tichon，Estotali， 哇，来。感觉完全没什么压力，就他们一直被冰起来，然后我们就赢了，好像就是这个概念，不是在被冰，就是在崩溃，崩溃的边缘，没了，凉了，好，再来下一关，组合技还没有啊，糟糕了，难道要死在这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就问你怎么输好不好？就问你怎么输，来，直接三个串，你看。张骚怎么输啊？不要太嚣张，不要太嚣张。他们怎么好像有点厉害了，有点东西啊？怎么一直往我脸上冲啊？我们组合技快好了。不行了，有点痛了。靠呀，靠呀！哦，赶快开 ！Triple kill， 有人先死了，有人率先死了，射烂，哇，呼呼 ，Double kill，Triple kill， 还有人吗？没了，呼呼，各位观众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好了，我们先拍到这好了，我们先拍到这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晋升到下一个官职，还要提升将近50000的一个战力啊。这个50000战力我要去哪边升啊？对啊，50000的战力超级多那这边的话我们先来提升一下曹操好不好？先来提升曹操的星级。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刘备锁起来好了，其他的话曹仁也锁起来，其他的话就尽量吃吗？也不对啊，这个星彩的部分，因为未来可能跟这个夏侯渊会用到，夏侯渊会用到星彩，怎么好像听起来怪怪的啊？不是，这边有点尴尬那提升这个星级的话，我们才可以把这等级升上去，才可以做这个金色武器，那我们整体的战力才会够嘛，对不对？才会够嘛。那啊，不然先吃刘备吧，好不好？吃刘备，来吃起来。结果等一下需要到这个这边就直接吃真鸡了，我们抽到的真鸡，然后再吃掉。真鸡好像没有什么羁绊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羁绊啊。那它有什么羁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确认好再吃哦。真鸡的话应该是没有了。这是曹仁吗？袁绍。直接吃了，克爆。
来，再来做一个伸心的动作，直接把这个真鸡的碎片给它刻好刻满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来去把这个等级突破一下。哇，突破需要这个了，没有了啊，直接买了啦。哎，这样买很多品哎，我还是去打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发现身心要蛮多品的哎，尴尬了。这个国钻支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还可以再拿个几品啊？一二三，哎。这个都还不可以拿，一瓶，哎，只有一瓶哎，哎，这个东西很缺哎，对啊，怎么缺？缺烂哎，我魏国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没打的，不过感觉这东西到后面真的还蛮缺的，还蛮缺的。对啊，我这边顶多也是，也没几瓶可以拿，其实。三瓶、四瓶、五瓶，好了，我先去拿一下好了。好，那么经过阿贝努力的通关之后，终于拿到了这个醒酒汤啊、哦！我马上呢就来做一下这个等级的突破。哇，那之后要花很多的钱呢、欸，对不对？要花很多的钱去升这个道具哎、欸。哇，要一堆这个突破的道具啊，怎么办？看怎么办？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开始做我们这个曹操的金色武器了。不要开玩笑啊！对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！来，上次我们做那个谁的超级烂，就是文远的哦，文远的超级烂。那我们现在来做曹操的，不要太烂哦。5.6 以上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哎、欸，曹操拿的不是倚天剑吗？怎么变成霸天剑了？来了，各，哎呦，5.8，5.1，可以哦，而且是加血量的，哦，直接加了20000多的一个战力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目前的战力还是不够，怎么这么难？对啊，还差5000的战力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剑赏里面可以来做一个提升嘛，对不对？提升之后应该就够了吧？是不是？来，剑赏提升一下，这个好像点一下，哎、欸，好像还是不够。哭啊！这个战力太难了吧？对啊，要上到150不简单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还可以怎么上？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了、欸。哇，这边这个真的蛮可惜的。阿贝都比较没什么时间啊，所以说这个活动都没跟到，那就少拿到很多很多的资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。尴尬啦，还有哪边可以提升战力啊？我找不到了、欸，怎么办？难道到底了吗？到头了吗？哇，我们曹操战力居然比啊刻印还可以刻印，刻印一个。释放无双，隔挡槽，隔挡槽好像是装防御那边的 啊，这边的话就加伤好了，增伤。哎、欸，快可以了，快可以了，快可以了。列兵九，这边也加伤，好，加伤的话，哎、欸，是蓝色没有列兵哦。回风感觉还好，被击倒才有，对不对？哦，破四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对不对？破四，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直接强化一下，只能强化这个东西了，不然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
防御类型的守护符，来守护符，延命，释放无双回血，浮空加防御。哎，怎么好像比较好的就是释放无双回血啊？来，我来升级一下，升级一下，升到哎、欸，加 PVP 免伤哎、欸，等一下他加 PVP 免伤哎、欸，尴尬了 ，PVP 免伤好像还好啊，可是也没有其他好的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加生命2%，哦哟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调息不错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才可以加到比较多的这个战力嘛。那么他应该吃掉也是一样的，我猜。加了8%的一个抗爆，哦，把它加到6好了，好不好？加到6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绝对防御加10。好，再另外一个金汤，隔挡的话，副将会用到。对不对？守护的，啊，那这个加一下好了。反正隔挡的话，应该会用到了。怎么好像快不够了？生命加 0.7， 不错不错。好，再来护心，隔挡值恢复，这个应该 OK 了。加了0.8%的攻击，战力有了吧？147有了哦，终于可以晋升了。哇，那下一次怎么办？一个武将升至金色一星，哭啊！哭啊！金色一星，我才刚把这刘备的碎片吃掉。不然升星彩嘛？对，可以升曹仁，对不对？可以升曹仁。曹仁应该有跟夏侯渊有羁绊吧？哎呦，夏侯渊、曹操都有，所以说我们升曹仁吧，升曹仁到这个金色一星啊，先升了，先升了啊，碎片不够。好啦，那差不多呢，就只能到这里了。所以说147万，我觉得很紧绷了。好啦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就到这边，希望啊对你们会有帮助。如果其他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北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